2024全国男排冠军赛在山东拉开战幕，一共有12支队伍报名参赛。联赛中的广东和云南本次缺席。 A 组零一赛区参赛队伍有山东、浙江、河北、福建、四川、辽宁。 B 组潍坊赛区参赛队伍有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江苏、湖北、河南。首个比赛日获胜的六支队伍为河北、浙江、山东、天津、上海、湖北。有两场五局缠斗，具体比分如下：天津是3-2险胜江苏，五局比分为22-25、23-25、25-20、25-23、17-15；而湖北是3-2爆冷啃下大北京，五局比分为29-27、18-25、22-25、25-23、15-11。第二个比赛日获胜的六支队伍为河北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天津、上海。焦点战，浙江3-2拿下东道主山东，五局比分为25-23、18-25、25-21、19-25、15-13。山东男排三个主力边攻在国家队出征亚挑杯，实力会削弱很多。